虽然啊，看一下李宗伟的数据啊，29岁，然后现在世界排排名名第第一，一，1米7，身六高十一公七斤，零，然后也是右手直拍。现排名第一呢，如果咱从这个排名上来看的话，小鲍是差了点。对，从战绩上，李宗伟也是稍占优势。小鲍排名是11号，28岁了，1米88，相当帅气。其实啊，我倒是觉得，在运动员在这个年龄啊，打出的球啊，应该是正是当打的阶段，因为从体力上他们还可以坚持，从技术啊，从经验啊，又很老道。所以这时候球呢，看起来反而倒好看。是的。好了，比赛马上开始。网友朋友们，这里是 CCTV 5家体育台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大马黄金赛的男单的决赛，是由我国的超级帅气的鲍春兰对阵东道主李宗伟。鲍春兰啊，从前几场这次比赛前几场一直打上来，确实很不容易。每一场球呢，基本上都打满了三局。这个对我来讲，也是一个不小的惊讶，因为历来鲍春兰打三局的时候，输的时候居多。但是现在明显的鲍春兰能咬牙挺过来，说明他的意志品质又增加了不少。没错。相反呢，李宗伟呢，他的近期状态一直保持得不错，这一点也令我比较惊讶。他身很体多素质站很比好。赛都参加，而且没有说显出很疲惫的样子。宝先得第一分，好的，旗开得胜的第一分。看着表情，小豹还是挺严肃的。接着李宗伟一记扣杀，1比1平。李宗伟这种起跳突击的能力非常强，他的球速落点都很精准很快，对，小鲍要扛住他的进攻。很难，而且之前有就是有网友说这林丹从之前的这林桃大战啊，转成现在林李大战啊，李宗伟，那李宗伟是一直是处在这世界巅峰的水平。对，所以他能一直能保持这个状态，这个就让我们要值得学习这一点了。
啊，因为假动作，是小豹重心失去了。2-3，包春来落后一分。其实这个时候包春来已经打到决赛，我觉得他已经算是胜利了，你就不要有再多的顾虑了。对，放开打。就他现在，我觉得其实有一种就光脚都不怕穿鞋的，反正已经是就赚到了哈。对。再一个呢，我跟你的战绩毕竟是战弱，所以我就放开拼你。嗯。好，防住了。啊，李宏伟一个滚网球。我们期待小豹胜利，但是作为李宏伟，作为东道主，去年的冠军，他肯定也不想把这块金牌放出去。李宏伟球的质量确实要高一点，所以包春来失误增加。现在2-6落后。球的处理上哈还是要更加细腻，但是又很犀利。对，所以李宏伟打包春来有他的一个特点，他会打包春来左右的转身，因为包春来个子比较高，他的转身幅度要慢，所以李宏伟这种大角度的抽球啊，对包春来威胁很大。五位失误，包春来手上还是有点紧，在跟着李宏伟的节奏在打。对，不能这样啊。反观李宏伟这场球，看样子势在必得，他的信心很足，表情很平静。他倒是相当淡定，我觉得像李宏伟这种，就是要碰到像林丹这种霸气型的，可能哟漂亮，更霸气一点，像他暴露这个球，对，你得打出这种感觉，你不能让他带着你来打，没错。哇，李宏伟手感今天好极了，又一个滚网球。9-3，落后太多了。这个不太好，这个开局不太好。包春来这一脸颜色，确实他还对他的表情，我觉得还是过于凝重了。其实这种球决赛了，你已经完成任务了，尽力了，所以你就应该放轻松一点。看一下我们的网友留言，哎，终于刷出来了哈。湖南这位朋友说，主持人是不是看上我们家小豹了？是看上了。你能把你家小豹借给我们吗？没有，开玩笑了，因为包春来一向都是很招人喜欢的。对。然后这位朋友也说呢，等了一晚上的比赛终于登场了。那菏泽这位朋友就说了，这包春来首先要放下思想包袱，要有信心战胜李宏伟。对，我们不管在国内国外，包春来、李宏伟的球迷大有人在。
这两个人啊，其实我都有私下接触过，两个人都非常随和，很平易近人的那种。但是场上打起来，李宗伟明显显得更活跃一些。没错。所以小鲍鱼不是就是面面的吗？好，这个球回放很好。哎呀，所以总体来讲，李宗伟速度压制住小鲍，这样小鲍很难有机会来打李宗伟。基本上李宗伟是带着鲍春来在走这个球，所以这样呢一直在进攻当中。那这个比分3-12，差距很大，这一定要调整了，不然的话这很快。就真的是能出现一个很快就结束的比赛了，这可不是大家希望看到。看一下我们的网友留言，南昌的这位朋友说，女单比赛的结果怎么样了？咱们的汪星耀2-1不负众望拿下了冠军。好，终于有一个机会。哎呀，终于有一个进攻的机会，还杀下网了。所以说，我说这场球上来就是鲍春来，从心理上、从表情上看着就非常凝重，所以他过于把这场球看得非常非常的重。对，他就明显感觉他很重视，对，他反而重视了，就像这位朋友说的样，他没有放下思想包袱，对，反而造成了一个压力。所以开局差接近10分，这不是应该的一个水平。这是一个失误，14-4。住别急，慢慢打，你也别着急啊。运气在李宗伟这边，李宗伟有两个滚网球过去了，而鲍春来有一个滚网，结果还是翻回自己这一侧。老鲍看起来很积极啊，这位朋友，我就直接称你为 Dio 好吗？你的这最后的缀名是 DL。 老鲍就缺了那么点霸气，其余的真挺好的。霸气天生的。明显第一局往前鲍春来不占优，后场进攻没有，所以这个球输是。反正这第一局确实，鲍春来没有打出自己的特色。这 Principal 他就说啊，我不知道你这名字是不是这么读啊，应该是啊。说小鲍不管结局怎么样，你永远都是鲍迷心中最棒的。我觉得有这样就可以。对，他也应该抱着这种心态来。对，他如果真抱这个心态，我拼命去发挥，打我自己的，那就好了。